年嘅啦，已經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啦，因為我自己個人就好中意嘅。咁啊，都係 Ega 嘅歌啦，等陣啊，我都揾啲先。好似22号咪5:30，22号好似系5:30啊，系啊，22号5:30，23号4:30啊嘛，系嘛，我应该冇记错，系啊，咁啊，大家到时可以去摩天轮嗰边揾下我哋。Thank you.
呢首歌添。是国语嘛？你要讲国语嘛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唱这首歌，抱歉。然后，但是我回去听听看吧。好，我回去听听看。希望。但这首歌我听过别人唱，但是我不会。谢谢你，不好意思。有没有什么歌手是想听的？黑布雷。黑布雷吗？哦 ，Beyond 是不是？哦 ，Jam 的那个版本。好 ，OK。咁啊，嚟紧多谢点歌，咁啊，我哋下一首唱《喜欢你》。Thank you.
仲有冇啲咩歌係想聽啊？或者邊個歌手咧可以可能以啲點歌啊？即係單車係咪？陳奕迅，好。
似真係睇錯名字。Sorry。個牌子啊，下面係？咦，唔係喎，係呢個。係啊。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咧？呢首歌係一首好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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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，陳慧嫻有冇印象啊？大家？陳慧嫻呢個歌手，有啊嘛。咁啊，我好少聽到啲歌，但係呢首歌唔知點解好洗腦啊！以前咧細個嘅時候跟住屋企人一齊聽咧，好洗腦好洗腦咁啊！送上一首《千千阙歌》，好似咁啊！大家仲有冇其他歌可以點住先？係啊，咁啊，如果陣間我哋下一首可以知道唱啲咩，或者大家有冇咩歌想聽啊？歌手嚇？夠鐘，我唔識添。有冇歌手名啊？係或者歌手名可能會易啲喎。即係你講個歌手，然後可能我揀啲歌咁樣，咁啊可能總會有幾首會識嘅咁樣。係或者有冇我哋好嘛？咁我哋唱咗先，係大家再諗下。咁啊，大家如果 IG 嘅話咧，幫有。
歌，希望大家都會中意。咁啊，我哋點啊？大家有冇諗到啊？有冇諗到想聽咩歌手啊，或者咩？咁啊，如果冇嘅話咧，我哋就可能練下新歌嘅。生日 ，Thank you， 生日歌就生日，真噶？生日快樂，生日快樂 ，Happy birthday 啊！得唔得啊？我哋嚟首生日歌都可以喎。杨千嬅的《野孩子》，你有冇听过？有啊，有啊，嘛，应该有啊。咁我哋不如嚟一首《野孩子》啊。咁啊，咁喺我哋揾紧歌词嘅同时，即系准许我再打多个小广告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 ，follow 下我 IG 啊。咁 IG 喺前面，咁有我同琴仔 IG。咁啊，有我哋嚟紧，譬如可能出 busking 啊，咁啊。就會事先可能前一日咁樣公布喺啲 story 度啊，或者咩咁，大家通知大家嘅。咁嚟緊我哋7月22號同埋23號咧，22號係下晝5點半，咁啊23號係下晝4點半。咁啊，會喺對面嗰、那個好光嘅摩天輪嗰度有個表演嘅。係啊，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就可以過嚟睇下。咁啊，兩日6日嚟嘅。咁啊，送上一首楊千嬅嘅《野孩子》。Thank you.
好，我哋嚟一首《I'm Still Loving You》。
大家咧，如果要 follow IG 嘅話，都可以去。